发型比较像，对，还有可能眼睛或鼻子都有一点点像，但是我本人是觉得不太像这样子，对，可能有可能跟你说很像的，反正就神似，就是乍看比较像，对，有被误会或什么之类的？没有那么像，对，没有那么像，对对对。你目前单身嘛？你希望的那个表现是什么？身高比我高，然后阳光，爱运动，对。你刚刚执勤的时候有给你带来困扰？哦，没有，就是，要保持专业的态度去面对勤务，这样，对对对。你刚刚提到大脚，都是青少年，那会不会可能就是比较调戏的言语？他们可能就会说想要被逮捕或什么的，但是就是还是要保持专业的态度面对他们，不能跟着他们起舞这样子。你说去大甲妈道具的时候，对怎么说、啊？就说哦，警察可以逮捕我吗？这样子，对。那、你跟他说什么？我就是笑一下，然后就是离开这样子，还是没有跟他有太多的接触这样子。对。那这个你要变化，就不要赖。那个是也不是执勤的时候有被要过，对。你觉得当警察跟像这样的行就是太清秀的部分啊，会不会觉得这样有点压力啊？就是我上班就是比较喜欢化，就是比较化妆会比较有自信一点这样子啊，就所以。压力的话，可能就是要让自己低调一点，就比较不会有那个比较多的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子。那、你饰演那个剧中那个、角色，对，你是看了什么样的影片然后来学习？好像是角头啊，还有少辅会的那个辅导的个案啊，就是从他们辅导过的个案，然后还有他们刺青可能都会集中在肩颈这一种，然后就去买了纹身贴纸来粘贴。是让自己更像那样的角色，对。大概一天，对对对，还有等戏的那一天这样子，大概两天，对。口气上也会学习啊。口气对，就是要学，对，口气就是要学的比较轻佻轻浮这样子。你可以学一下吗？小屁孩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了，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，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捐箱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不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